你份人真系足足鸭嚟啦，又话一早你，难为我由朝等到晚啊！阿娇，你有所不知啦，因为我哋院大爷奉命调任林安，我要同埋一齐去噶嘛，听朝起程添噶啦，而家所有衙门嘅人冚唪唥都去晒噶啦，剩得我一个偷此时间，佢哋话别红颜。 话别红眼，三凤，话别呢两个字你讲得唔啱啦！我牺牲精战嚟爱你，可见我对你一往情深。应该你去边我就跟你去边噶，点可以一朝就咁拆散呢？刘娇，你估我想嘅咩？我系一个有妇之夫，我个老婆虽然系病咗几年啫，但系佢一日未死。 我哋一日都不能结合噶噃，如果要带埋你去，就有绝大嘅麻烦噶啦。我知，佢唔病，你点会识到我啫？咁又唔系嘅，你个身材同佢虽然系咁上下啫，但系你个样比佢靓得多，实系睇见佢口里头嗰两只金牙，令人作呕啊！你唔使俾姑母我带啦，好啦，算啦，天下圣贤。 无不那山啊，情丝难作，错难分，薄幸男儿，凌堪乱散，我有此珠钗宝眼，何还得获美艳啊？有啲嘢啊，你帮我冇人偷啊，使乜求你啊？哼！阿娇，阿娇。 使乜讲笑戏啫？邂逅一年未许情变淡啊，寄否同心欢结乐家样，家里对比翼鸳鸯这难拆嘅山啊，愿为花事护红颜。谁知你爱妻共爱人，始终誓约并。 你想清楚就好。乜嘢咁紧要啊？有佢冇你，有你冇佢，冇佢。做咩啫？眼光光咁睇住我，识咗我成年啦，仲睇唔够咩？系得咗。 有办法啦，阿娇，你入去攞定一套你平时着惯嘅衣裳，一对鞋，啊，而家嘅时候你喺度等我，我自不然有办法同你做一对长久夫妻，永无忌惮。吓、啊，要我执定一套平日着惯嘅衫，同埋一对鞋啊？系咯。切。
在其间啊！我叫得你哋梗系有容易噶啦，杰，你放心啦，我做得到，唔会辜负你嘅。杰，我咁样都系为你。冇咧，真系。怕乜嘢咧？哎呀，冇啦。阿杰啊！咁你記得咁做咯噃，啊！我交代你啲嘢，我翻去先啦。你翻去先啦。我做我事啦。我曉噶啦。係啊。二姑娘。既然是怕丑何必出来装啊，装都是什么怕丑啫，做人总要大大方方，什么静静地将我的私情窥探啫。阿嫂，我不是一心出来装你的，我原本一心出来不要说啊，总之揭破了花间密约，总在无意之间。是咩？二姑娘，我早知道你不是一心出来装我，查实你一心出来等候你的情人柳子卿的呢。其实彼此的心情何尝不是一样啫，年年月月独守空房，就难免一时荒诞的呢。阿嫂，我同你怎可以拉埋来比呢？我是待字小姑，纵使盼望情郎都不至受人非议，但你是苏门寡妇，这样做法似乎不是挺啱啦。欲求小姑长针孝贤，为将婚事享流难，能信我则顺遂推舟，不信我者则从中作难。客只把香归从天，岂不难？只求王爷拜禅飘，如此门楣我咁耐都唔嚟嘅咧，我啊，咩你嚟到我都唔知嘅。我嚟想乜话俾你听啊？边个？咁点解你咁迟至嚟啫？弟妹啊，真系科期在即，我要准备上京赴试。昨日恩师左卫明托人送上杨枝佩玉一方黄金五两，作为我上京添衣之用嘅。你的法子提交参啊，相会共破情无限。爱君者心非去犯，感分相爱已未难。今朝相见讯未晚，为何算了算了，唔好难过啊，等我同你抹干啲眼泪咧。哼！使乜咁鬼鼠啫？你既然睇唔过眼，又何必出嚟睇呢？咁既然睇到啦，又使乜嘢回避啊？姑嫂上头，凡事都要坦坦白白、大大方方，唔使响似横尸冷眼嘅。哎呀，二姑娘，我唔系一心出嚟装你噶，原本我一心出嚟。哎呀，唔好讲咯，揭破你哋花间密约，
总在无意之间咯。苏家嫂嫂，我都想入去拜候你噶啦。不过我啱啱同阿贵妹倾开几句啫，并不是忽略礼仪，有心怠慢啊。你咁好口啊，阿嫂，我唔怕老实对你讲啦。我同阿兄哥早已盟心有约，分配都总在迟早之间。话咁易咩？虽则怨女爱痴男，为是礼法不好减啊。若论婚姻难合眼，家规岂可啊当为限？为保门楣，持风范，苏家有女，咪不嫁报。其实论婚嫁，佢亦有自主权喎，唔使你顺眼唔顺眼噶。哼，混账！咩叫自主之权啊？我系佢阿嫂，当然系有权干涉到佢嘅婚嫁咧。哼，你啲咁嘅穷鬼书生，想娶我哋玉桂啊？呢一世啊，都怕你几艰难啊！你唔使嚟借故留难噶啦。若果你有一日踏错行差，俾我柳智英执到你痛脚嘅咧。我怎都不会将你放过一旦的。哎呀，发恶添是吧，柳子兄，我有的是命，你有的是胆，我怎都不准许我们小姑下家清衫的，除非你杀了我，杀了我。嫂啊，不要吵了，有没有好看啊，被人看见，你猜我想吵的，他吵我先的。嫂啊，不要生气了，相爱当然不要口了。我现在跟阿兄哥去观音庙求签，一阵间回来再向你斟茶认错一下。是啦，二姑娘，大家姑嫂上头彼此心照，你说多好呢？我不会介意的。你跟阿子兄去呢。兄哥啊，我们去啦。哦，你走。三十八，你听问乜嘢噶？问姻缘啊。问姻缘。你只系越王捞钱我身上打，好凄凉噶噃。未必嘅。将来好结局的，好结局的，先苦后甜，先苦后甜的。咁唔该晒你啦。好好好好。多谢多谢。我哋扯啦。阿公子啊，啊，外面天都黑晒，就快落雨了喎，你哋扯。
喊气咁样。阿跳啊，我叫你执定个套衣服点就系，执好未啊？执好啦，咪响呢度做咩啫？究竟吓？刘叫，我老实对你讲啊，因为今日你讲过新欢旧爱两难全，所以我静静翻地将个老婆挥动咗。爱你情深，今做杀人嘅凶犯，我将佢嘅人头割下，装在衙门花间。你快啲同佢换个鞋袜衣裳，当你身遭劫难，佢真假自难分辨，就破案艰难，乘机嫁害你小姑，免留后患，此计两全其美。你虽是偷情寡妇，要浸猪笼，早在脱壳今时，你灾难呢、啊？唔使谂啦，快啲攞啲衣服鞋袜出嚟啦！吓、啊，去啦嘛，真系去。去啦。系啊，嗬，话横掂我哋嘅事都变阿二姑娘之穿啦，嗬。香港都有话，苦不世人人告苦。嗯，为咗生存呢两个字，我哋都唔理得咁多啦，嗬。快啲啦！叫千钧一发嘅时候，唔当你犹豫不决噶啦，快啲攞衣服出嚟先啦！我唔系犹豫不决咧、啊，你又唔话真俾我听，我呢度系新鞋嚟噶嘛，我又怕。新又好，旧又好，新新旧旧都一样噶啦，攞套衣服嚟啫。老鞋啊，老鞋！三丰啊，快啲啦，好似系你啊！唔系啩？唔好喊我啊！系嘅，你添啦！哎呀，死啦！真系想我嚟啲咧，走啦！为咗花鞋喺处咧，绣工非常精致，而且个花款设计甚有画意添噃，一定系出自大家闺秀之手嘅。点解会喺呢度嘅咧？
苏家屋内空无一人啊！啊！启禀大人，小人黄昏时候从地堡路过此地，看见苏家姑嫂与一男子在残田之下互相口角。当时那男子呢指着苏家寡妇就破口大骂，他说倘若妇人有乜行差踏错呢，就决不放过。当时苏家寡妇又话，他说除非你将我杀死，否则就决不应允。照此看来呢，该男子与苏家小夫均有可疑啊。嗯，真唔真嘅？有地保为证，系唔系？冇错。咁破案就容易到极啦。凶手不外乎苏家小夫与该男子，系唔系？系系大人，系唔系？大人高见不差。啊，大人。好似苏家小姑同该男子翻紧嚟咁啊！哼，一定翻嚟夹大家财啊！一嚟，哎，将尸身收拾，知道？系，将香刀摆在桥头，领命，所有人等暗伏一破，非得本官命令，不得轻举妄动。知道，知道。晚月色昏暗无寒冷，倍感衣淡。深夜回家，定娇难堪，无情又怨心之苦，实为难。无需愁闷暗嗟叹，风雨万千，现左时候回来晚，未信嫂嫂咋夜晚，为怕归途已苦难，迟迟愿未识阴天暗地盼，你切莫愁烦，忧记心间。好有戚娘相关，可向大嫂从中劝奸。你唔使担心嘅，翻去先算罢啦，啊？哎呀，仲有血迹添噃！系咯，哇！咩事？乜嘢事啊？等咗你好耐啦！手下拳身，系啊！启禀大人，在疑犯身上搜出黄金一锭，玉佩一方。你哋分明谋财害命啊！一嚟，押他归衙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下跪疑犯，把命报上。蚁民柳子兴，民女苏玉贵啊。柳子兴。你究竟如何杀死苏家寡妇？快些重拾招来，不用怠慢。大人，蚁民有毒性言书，并无杀人犯法。如此大胆啊！大人，真系冤枉噶。民女知书识礼，点会话情空杀嫂呢？望大人你高言明镜。幸勿王家杀夺，真系感命嘅恩德如山啊！哎，你谷立桥头刀在手，你春情透露在眉间。
温明杀嫂玉人蚊，最大难要英文。人嚟，有将刘志兴落爷。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难招，吓！再打八十，系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啦，大人，哎呀，系啊，英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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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兴哥，兴哥，大人，我笑了。好，快些进来。李兴不是杀人犯，身凶然是女凶男。杀人前命我偿还。闭门，我哋明明系冤枉嘅，你点解要认罪啊？兴哥，如果唔系咁样，我点忍你受得咁辛苦得噶？兴哥，显见串谋诛杀嫂，岂能宽恕当哑为恨？判死刑，三天之内处斩。吓！明哥，赵伯啊，你话呢个世界系咪人心不古嘅咧？系咯，嗰件无头案，我两个杀人嘅凶手，点似杀人嘅咧？系咯，嗰个刘子兴。我睇佢啊，手无揸鸡之力，劏只鸡都唔得噶嘛。唉，唔好讲咁多啦，阿松啊，炒多两尾送嚟，等我哋食饱睇行刑仲好啲。好啊，好啊，唔错啦。诶，我哋饮杯，饮杯，饮杯。
兩位鄉親，頭先你哋所講係咪呢處蘇州嗰個秀才劉志興啊？係咯，我哋正話傾緊，而家嘅世界秀才都會殺人噃。係咯，已經定咗今日午時三刻處斬添啦。嚇！左如啊，同我扶走前哦。处斩杀人凶手刘志兴，苏玉贵二名，定于午时三刻勒夫刑场。嗱，呢啲酒饭就我哋阮大人俾你食嘅，食完仲好把鬼啦。兴哥，我对你唔住。呢次都系我累咗你咯，千祈唔好咁讲，我哋两个系冤枉嘅，虽然生不能同亲，但系死后都可以同冤。朋一杯酒，饮后欲叫携手和饮草。系与晚生无关嘅，怎奈苦打成招，今日我难逃一死。贵妹，你快啲求下恩师啦，佢就系铁面无私，左大人你啊，一向爱民如父母嘅。想刘天一介余生，小女子手无搏鸡之力，又点会杀人分尸呢？望大人你明察秋毫啊！哦，恩师。空罪之中话我谋财拐色，暗伤人命，有白玉一件黄金五两为证，其实白玉黄金乃恩师所赐嘅。佢哋案发之日，常有公差与地保在桥头经过嘅，眼见我与使者并立，黄昏过后，我与子兄避雨于观音庙，更有庙祝为证，未曾回家，竟已发生命案，咁分明系冤枉无辜啦。
年女亦端庄如生之礼数啊，金玉更非从险到啊，杀人时间都未相符，可惜以鸭暂签令我难救护，任我是重生啊铁面，此际也计策全无。你哋唯有含汪符啊黄泉，我欲上超生成绝路。人事记得双塔之次成教导啊，你话为官切莫杀无辜，今日你四品荣封临安府啊，都竟然因循枉法，还讲乜嘢铁面龙套？昔日有个清官都为捕乌纱帽啊，错斩崔令升至乌。今日你可比五十步时笑百步六袖手旁观，你仲讲乜嘢教导啊门徒？引听痴男声声怨，怨得我浑身冷汗湿马苍袍，法为民而立，国乃民而兴，今日民有怨声，你应义无犯啊姑。左如光大人快些我们遵命。林安府左大人到。史同僚大人，本官刚临桂苑，见门前有一男一女极口呼冤，我想再来开堂审讯主持公道。左大人，此案也曾三审六问，长问以下，斩签而批，大人亦明于律例，焉能再起波涛呢？史同僚，本官再来问你一声，此案的女尸无头赤足，不如那个人头你可曾发掘到呢？未曾发掘。人头尚未发掘，证据都未得齐全，焉得判人死罪呢？本官要再开堂审讯，唔算有歪法度噃。大人明鉴，为是月牙审犯，卑职担当不起，还望三思为过。呸！不明律典，你何以为官啊？典章之上都尚有一本，犯人临刑呼冤者，可得缓刑审问。衙门，快将犯人押返公衙，传令升堂侍候。升堂侍候。此案有关案卷证物请同。是。刘志庆，你在临刑之时口口声声说道我未曾杀人，何以你被捕之时还把实情直告呢？大人，我与苏玉贵在于观音庙被予归家之际，发现空刀在地，如果我真是杀人凶手的，知法即法，
又怎会说手执空刀呢？苏玉贵，你在黄昏时候与嫂嫂并立桥前，或见过公差堂前哪位公差？大人，就是这个公差了。苏玉贵，你说见过公差之后就与刘子卿避雨于观音庙，那你几时入庙，几时离开，从实宫来，莫把时辰颠倒啊！大人，我见公差之时乃是黄昏有时啊。可是有时，正是有时。大人，我与苏玉贵入庙之时乃是有时一刻，离开之时已是初更之后，并无半字含糊啊。好，有礼，快到苏堤观音庙传庙祝啊。遵命。苏堤观音庙庙祝参见大人。庙祝公，堂上一男一女在三日前是否在庙内避雨，他何时入庙，何时离开，人命关联，你切勿胡言乱道啊。大人，我记得他们入庙之时乃是黄昏有时一刻，离开之时已是初更过后，我年衰老迈，并未糊涂。案情显见有疑问，朱不令许错话利号，若非从速赶回程，受枉含冤无路啊诉。人来，有将犯人押犯监仓，缓刑在手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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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护住卑职嘅乌纱帽先得噶，咁做点得噶？史同僚，如果有三点理由你驳得我通嘅，我一于任由你点做。第一，公差见苏玉贵姑嫂在于黄昏有时，而苗竹公证明佢黄昏有时一刻入庙，是咪一刻之内焉能杀人分尸埋头别处，显见得你判案糊涂。系系糊涂啲，糊涂啲。第二，死者无头赤足，呢一只花鞋在桥头发现，当然是死者遗下之物呢。你看一只花鞋，一尘不染，是全新的，是不是一个人被杀之时岂无挣扎呢？这只花鞋咁睇嚟，咁你就判案过于老草啦。第三，你搜到白玉一件，黄金五两，你就断定刘志兴是谋财害命啦。你可知道白玉一件是我俾门生做纪念品的，黄金五两是我送俾过佢添埋书籍衣袍的。你有冇判错到？你驳掂我。是是，卑职一时判错，望大人恕罪恕罪。嘿，不分做白科糊涂，苦打成招，难再入监牢，重责千斤，谁能负啊？悬押乌纱报仇图，因信情途作为担保。系嘅，系嘅。有啦，有啦。将犯人暂押监牢，缓刑再审。多谢大人。启禀大人，巡安大人驾到。出迎。远迎，自知有失礼数，长文早已批下，为何如时不闻炮响，真令我满腹狐疑了。启禀大人，
卑职明知法例，长文以下都不准缓刑嘅，怎奈临安府左大人欲想将此案重翻，愿以乌纱印信为担保啊。大人，常言王法不斩无罪之人，众庭难有含冤之鬼，呢件无头公案一定是内有冤枉的，不能将无罪者妄加追逃的。左同僚，我有一件事不是几明白，想向你领教。不敢不敢。临安府是管理什么职责？管理临安民营义事，不在其位呢？不思其政。临安府是什么地名？乃是杭州。你一说呢？苏州。呸！杭州的官员怎管得苏州的刑事？月牙审案真是奇之，旁今绝古。大人，所谓四海之内皆国土，普天之下皆国民，无国无地区之分，外民就万里同途。我同僚，找不出人头不能翻案，寻不出真凶谁人替死？我恐怕你寻不出真凶会受本台反告啊。悄悄天眼，疏而不漏，我相信此案一定另有淫妇奸夫的。好，本台限你十日之内擒拿元凶，并要将印信寄入都托以为担保。多谢大人。苏州院，你身为监斩之职，污涛枉法，当以性命抵押案情，倘逾期十日不能寻出真凶，苏州院要斩，临安府要拆，人力打到回府。左大人，这一次应该死的就不死，不应该死的就被你累死。你可怜我下有黄口小儿，上有白发慈母的。天有清官，同僚何必惊惶若此？全命下去，吩咐炮响三声，你哋宣扬外出，假说犯人已斩，不得泄漏分毫。遵命。请大人暂住西衙驿馆休息休息。同僚请便。请。今宵纵是有龙图在，也难脱命啊！安低抽灯，把冤案认，变杂了胡娃沙也应立画中阿正。玉桂去杀嫂，咁佢阿嫂又被谁人所杀呢？寻不出呢个真凶，我就无从反案啦。如果话玉桂去杀嫂，咁佢个人头又撞喺边处呢？揾唔到呢个人头，我就无从替佢伸冤昭雪啊！玉桂言亮，未知会全拆星，信阿婆多有情，下情阿冠阿与他待雪冰。情那留我情，佢一介书生，我仍孝扶帝京，我怎么爱他薄薄害将路费情，叹神那早。我宁为佢
该点名？猛鬼都有嘅。杨树下泥土浮松，寸草不生，莫非其中有缘故？人嚟，咩事大人？快拎花锄嚟。哦，呢一处掘地三尺，看看有何动静。遵命。谢皇天，无意之中沉没呢个死人头。左员，有，马上到监仓提刘志兴、苏玉贵都来问话。遵命。又似人头为物证，何愁做白不得分明啊？行起皇天助我说沉冤，此案不难明究竟啊。参见大人。拜见恩师。免礼免礼。本官在白杨树下发现一个女人的人头，未知是否你嫂嫂刘娇，你快些上前将佢细认啦。是不是啊？大人，这个人头虽然是血肉模糊，但我仍认出佢不是我家柳娇嫂嫂。大人，大人，你若果不信的，可以全街坊论你查明啦。阿恩师，我都可以证明这个人头不是苏家寡嫂，我相信另有其人的，请阿恩师你查明究竟啦。玉贵、志兴，你两个口口声声都说这个人头不是苏家寡嫂，那你有什么凭据将他证明呢？大人，这个人头列纯露耳，现出金牙两只，而我嫂从未伤过金牙的，只有这点足为凭证啦。恩师，苏家嫂嫂与我有素面之缘，她颜容相貌我亦深留印象，玉贵所讲的说话一切都是真情的。咁啊，乔伴师身锐瘦，案中有案，我更眼难明。若非是一人尸首两分离，便是此案曾经相依明啊。苏玉贵，我再来问你一声，你寡嫂生前佢个品德如何？你对本官讲明讲白，好待我为你伸冤雪恨呢。啊，大人，我身似落英，我家是丧兄，啊，姑嫂两妻情，初时半生敬佢是丧夫，痛苦
再来问你一声啦，比如你数数平日嘅知己朋友，有冇衙门中人噶？衙门中人系咯，你记清楚下啦。如果你记得清楚嘅，破案都尚有些微线索；如果唔系，就算包公重生，也能平反你嘅冤狱噶噃。你记下啦，记下啦，啊！大人，我记起啦。吓、啊，乜你记起啦？哦，咁你讲啦，讲啦。想起桥边一双二零二零，佢的情风也许定影，佢的功定业年为爱命。秦三丰，三字九回谁使还？三字重攀未升雅名，茫茫清出怨太爷，超雪沉冤凭机经。左元大人，你去请怨太爷到来相见。遵命。苏玉贵，在钱塘之时，你数数尸骸，遗下有花鞋一只。比如呢一只花鞋，系你数数亲手所制啊，亦从外买来嘅呢？回禀大人，我数数绣得一手好针子，花鞋确是其亲手所制嘅。咁啊，咁就可以有办法。破案上有两点线索：第一，钱塘嗰只花鞋鞋底并冇泥污。显见得冇人着过嘅，如果找到另外一只花鞋呢，就便可以寻到那个凶手。第二点，只要想办法找到这个秦三丰，就便可以明了此案，你两个可以超雪沉冤嘅。多谢大人，多谢恩师。好，一力将他两个带回去监牢。遵命。大人，罢了罢了，史同僚，大人，关于嗰件无头公案，本官有些眉目啦。哦，史同僚，我请问在你任内，不论文书记室三班衙役，可有秦三丰其人？回禀大人，卑职记得前任贼内有一名布政名唤秦三丰，已于十二月初六日离职调往临安啦。此人可有家眷？只有一妻妇人。嗯，好极好极，史同僚，本官自有破案之计噶啦。只要调秦三丰翻苏州任职，仲准佢携眷上任，到时我叫苏玉贵、刘志兴在屏风后边一看佢嘅妻子，
我就自有分解噶啦。大人果然卓见，卑职自当照办。好，左羽，大人代本官亲笔写下书函，你星夜带往临安，等秦三丰嘅亲启。知道。苏州县衙文卷无人，执掌特加升三级，稀速携卷回任。唉，是来风送探王局，新任大老爷又升我官，又加我薪，五十斤茶一落也落。但系咧，都系我好脚头带热你啫噃。系系，恭喜秦老爷，请早日到任。多蒙贵差大侠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多谢秦老爷，唔该晒。小人告退啦。哦，好好好。阿娇 快快啲收拾行李，同埋你去苏州啦。翻苏州？去咯去咯。哎呀，我几乎唔记得添。而家你系咪食懵嘅啫？咩食过啦？叫我同你翻苏州啊？点解啫？点解喎？飞鸟已惊弓不作回，巢凤啊夜半敲门，深暗空高飞零，可啊再回笼，风雨撩人。惊恶梦啊，何堪回首？断桥东，升官能赚得几多钱？也不过是积聚流回，买官莫用啊！你去啦，我唔去。嘿，你使乜咁惊得噶？阿玉桂同阿子兄两个经已斩咗手，无生后对噶啦嘛。而且衙役嘅旧人啊，都已经离职调任，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如果你去到我连升三级，你出一个入一轿，又边个见到你啊？唔使怕噶，去啦！真系啊，我唉，正系唔使怕。而且大人封信写明啦嘛，稀速携眷回任。如果冇家眷带去反为令佢失意添啊，娇系啊，做下官太够好咧。当然啦，咁去咧，捉嘢，捉嘢，捉嘢。捉嘢一限期差一日，我必归凡险月定头风啊！心忧秦惊往高原，无德无能空食瓦房。启禀大人，秦三丰在驿馆候见。好，先带玉桂之兄到来。再传秦三丰进见啦。遵命。秦三丰，子兄，玉桂，一阵间秦三丰嘅妻子入嚟嘅时候，你两个匿埋喺嗰边，你睇下佢个颜容，自然有奇迹发现噶啦。吓、啊！从命。好，而家你哋去啦。哦。生秦三丰叩见大人，起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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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本官求贤若渴，难得先生你回任，令我喜出望外。多谢多谢多谢。系咧，我听闻近来牙舍好猛鬼噃，你可以搬翻嚟二号牙舍居住，你夫妇同妻就唔使瞓到半夜三更，
毛管洞啦。多谢大人关心，万生感谢恩浓。哎呀，鬼呀、啊！哎呀！哎，嫂嫂，你做咩呀？起身啦，起身啦！嫂嫂，我睇见头先浑身发抖，面色青黄噃，你系咪见冻啊？系咯，唔知点解我着得衫少，咁又顶唔住嗰阵鬼旋风咯。你要小心至得噶，以你咁矜贵又咁优势嘅人，一定系唔抵得风寒露中啦。嗱。穿住佢咧！哎呀，唔好，大人你着啦，冷亲我哋啲贱人有乜关系呢？如果冷亲啲贵人啊，我点担当得起啊？你着，冻亲你，你着啦，想同佢倾下。好，唔紧要。靓啊靓，我此来有心求发达，并非指望做归公啊。嘘寒问暖都属家平常，为眼去未露，我都无管啊动啊啲。几时死啊你？虽时来风送藤黄菊，又点怪得我眉梢眼角尽啊玲珑？妻凭富贵好艰难。贵知得好受用啊！哎呀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大人。佢话我第一次见阿大人，唔应该受阿大人咁好待遇喎。乜说话啊？爱慕才人当敬素，何况你端庄贤淑可以用。望你夫妇静候佳音，我自有明文重用啊。请回休息吧，多谢大人。多谢大人。嫂嫂请。多谢大人。咪咁长气啦，大人要休息啊。正啲冇人喺树只讲啊！我正话去白杨树下睇过，真系好原封不动。我相信佢日头一定喺番树嘅。我咁样做法，神不知，花也不见。咁我梗系定啦。大院长啊！哎呀，大人。
连叫掌灯，梗系你咧，你行开下，避开下啦，去边算得噶？子弹村外边兜多几个圈啦、啊。睇住都咁讨厌我。去呢？你见唔见我啲嗰啲人啊？大人真系你喎、啊，我都唔知道用啲咩说话同佢讲好。唔系啊，趁佢而家未嚟嘅时候，我应该要学定啲礼节，咁向佢卖弄殷勤。人非草木，佢见到我咁知情识趣，梗系动心噶。想下先。啊，我估边个原来系大人，大人你嚟到，随便坐。我唔兜啊！做咩唔兜啊？我睇唔过眼啦、啊！我系要你去啊！我唔去，睇唔过眼都要去，去唔去啊？去唔去？去咩啊？去啊！蝶中丹啊，桂英啊，娟娟，蜜啊，果酒啊，结相遇，花也鲜，草。我估到是谁，原来是秦家嫂嫂又嚟，乜仲未透咩？未啊，阿大人，原来是大人，小夫人有礼啊。嫂嫂少礼，你喺处住得舒服嘛？系咧，你旧阵时喺啲树住得几好下些噶。四号。系咧，你哋秦先生好似帮我讲过咁噶噃，旧阵时住开二号牙舍噶，咁嗰啲话四号咧，啊，你哋两夫妻系咪分开住噶？啊，唔系，夫妻点会分开住啫？起先系住四号嘅。后尾搬去二号住啫嘛。哦，秦家嫂嫂，我闻得远衙之内有九曲莲池，十分优雅嘅。我又想去小饮一杯，读识我初来报到。我又唔知道莲塘嘅地点啊。嫂嫂，你带我去好嘛？我就够唔知啦。啊？系、啊，好似喺嗰边啩。哦，咁就够奇咯噃！秦家嫂嫂，你喺县衙住咗四年长啦，乜连到九曲莲塘，你都唔知喺边一边咩？咁唔奇，你点会奇啫？我哋啲辅导人家，有阵时得闲，咁咪只得做下针子啊咁，边处有闲心去游县府花园啫？咁又难怪，原来嫂嫂你咁贤德嘅。呢处都几好地方啊！人来，同我摆到啦。大人请走。花气插白人来。
在花间外，是酒香都还是花艳，何以有难舍？常言毒饮不成欢，家远有你同我递杯酒俾夫人，你就可以翻入去啦。好，夫人请走。可以为你添香装酒啊咁啊！啊，系呢大人，点解呢次你上任唔见你带埋家眷嘅啫？真系讲起就伤心咯。正所谓冷艳独妻谁慰藉，萧萧孤枕都未成眠啫。唔制，你呃我嘅。问你愿那何无家眷，那愿作一万年，咪人生作欺骗啊！闺房玉女如桃艳，怕你想要都要费五言。色上惊人实那少见。及你的芙蓉面，你娇贵到两齐全。哎呀，我当堂还那神马远，似独木舟随浪尖。你有夫人似愿，苦痛一当不免，共你相见也有天缘。言咪骗我对君谁爱念，未信你当红无从见，再受云那枪七年临还那海。我有一个好娇妻。哎呀，你又话冇嘅，你呃人。独识歌啊赋，古啊判，惨似风啊争。我好比野道横啊舟，随风飘啊荡，好似无疆野马，又啊好似断啊篷船。你有几分媚态似我亡妻，不禁夜对新莺怀旧烟。吓，哎呀，真系死得好啦！吓，陈家嫂嫂，点解我老婆死咗你仲话好噶？啊，唔系，我点会幸灾乐祸啫？
不过我头先话，哎呀，死得早啦，死得早啦，咁啫嘛。哦，咁我就耳背啫。大人啊，吓，呢个人中年丧妻真系好惨噶，嗬。唔知点解咧，我听见你咁讲，我个心都酸酸地，嗱，我对眼都湿湿地噶，系咪啊？嗱，系咪啊？大人啊，讲佢又讲啊，以你嘅名誉，以你嘅地位，点解你唔攞翻个人啫？话啫，一个男人啊，冇咗婆好多唔方便嘅。你估我唔想咩？有个原因嘅，因为我老婆生前做咗一手好嘅针子，佢为自己做咗一只鞋啫，佢就死咗啦。佢临死之前仲吩咐过我，佢话除非揾翻一个咁好针子嘅人，佢准我续缘喎。佢只鞋绣得好精致噶，你叫我去边处揾呢？啊，原来系咁嘅，好针子嘅人系冇啊。不过唔知大人你嫌唔嫌弃呢？好似我咁。做得一手好针子又点话啫？到底都系难配做你田房之选嘅。嫌弃？唔会唔会，我为遵守我亡妻嘅嘱咐，只要揾得个好针子嘅，我不惜千方百计都要获得呢个好婵娟嘅。咁实不相瞒对你讲啊，你真系除咗我，唔使去第度揾噶啦。大人啊，你头先对我讲话你嘅先夫人，你啱啱做咗一只鞋就死咗啦。咁嗰只鞋呢，拎出嚟俾我欣赏下。唉，我日日都代便喺身边嚟嘅，嚟纪念佢嘅。啱啱今日就唔记得带嚟，系咧？你又话自己做得咁好针子嘅，咁你有冇现成嘅鞋做喺树啊？如果系有嘅，你俾我睇下，我有分数噶啦。有啊，你等我一阵，我入房攞俾你睇下。你等我咯噃。有鬼咩？嗰对鞋点俾得佢睇噶？咁咪即系自己穿煲，咪谂落都唔怕啊！开讲都话话打铁就趁热啊，如若果唔系苏州过后冇艇搭，连个攞俾佢。有心俾我睇啦，唔嚟拎嚟我睇下啦。我唔制，我要大人你自己攞嘅。你俾我啦。咩啦？嗱嗱，系啦，冇错啦。咩冇错啫？真系啊，真系冇错。你所讲嘅说话，同呢个鞋绣得咁好，确系冇错到嘅。起身啦，吓得我啊！真系冇紧要啊嘛，唔紧要。系咧，秦家嫂嫂啊，人人绣鞋都系绣一对噶啦，咁你仲有一只咧，能否拎出嚟俾我见一见啊？吓，嗰只系一样啫嘛，我唔知道等喺边度噶啦。我自憎人做人做得咁阉尖噶啦，我唔制。秦家嫂嫂，我唔系话阉尖啊，呢一只花鞋同我亡妻嗰只不止话绣工一样，而且所绣嘅花纹都系一样嘅，我睇落真系令我有啲诗意，我真系有啲诗意啊！我诗意我亡妻生前佢都系假手于人，将我欺骗啊！唉，吓得我，我以为你诗意乜嘢喎？唔会嘅，颜色同埋款式咧或者会一样，但系花款系出自个人嘅心材噶嘛，点会同埋一样啫？总言之，我嘅手工同你嘅亡妻手工都系半斤八两，
可稱得碧合之聯咯，嗬？係咪啊？係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真係忘記咗，原來我個忘車嗰隻鞋跌咗個皺窿住喎。哎呀，咁俾我睇。係咁心急住，嗱，我俾翻呢只你。我喺走窿处拎出嚟，大家对下睇下似唔似啊？系啊，嗬，咁几趣致啊？咁就对咯噃。暗中就里面，默默中向罩话里前，凡外见。鞋难分辨，你如何要把那花鞋染？再对红绫染，红绫染。唔对你。左右闪，右右闪，两人如捉迷藏鼠，更似千年燕，千年燕。唔对。对花鞋你难避闪。再对花鞋重点点，重点点，唔对你。对花鞋难避免，无可奈何，任你点，任你点。嚟啦！嗱，喺边啊？菜。吓得我，我就觉得奇怪，点会两只鞋同埋一样呢？咁后屘我留心睇下，你嗰只系旧噶嘛，我嗰只系新噶嘛，新旧都不相同，第时唔好揾啲咁嘢吓我啊！黎明都尚有二更天，行言向你做安排，到此重新舒笑面。陈家嫂嫂，这仲嫂乜嘢呢？冇解嘅，我同你对又对过啦，拍又拍过啦，总言之，我嘅手工同你嘅盲猜一样啦啩。咁头先你讲嘅说话，使唔使对演嘅啫？我讲我嘅说话，梗系要咧。嗱，我听朝一早就使人叫你，就可以解决噶啦。所谓明人不做暗事，你嚟嘅时候你记紧暗中带埋只鞋啊？点解啊？呢一件系我哋嘅纪念品嚟啊嘛，我哋嘅用意心照不宣啦。嗱，早啲唞啦，我扯啦。我唔瞓得着，唔瞓得唞下啦。啊啊，咁听日见你啦喎。我走啦，我听日见你吓。谢啦啊！咁就好啦。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一朝起见意中苏玉贵，你昨日在屏风之后见了秦三丰之妻，何以你口中叫鬼，仲问你拍档啊？秦三丰之妻正是我家寡嫂，相见之下，只不禁魂魄飞扬啊！哦，人嚟，快将秦三丰夫妇带到宫衙，叫佢面朝外跪，遵命。刘子兴，案卷之中，公差曾经将你指控，话你当日在于桥下对苏家寡妇有不肯放过之语，你同佢有什么冤仇？
快些直讲。冇错啦，不得含糊隐瞒，藐视公堂。都系我在桥头所讲嘅说话，不过一时愤激，请大人你明察秋毫，分辨中间啦。太大哥，使乜咁恶啫？我想问声你，你有冇听错啊？大人净系叫我啫，咁冇叫佢啊？吓，两个都叫，两个都叫，啊，点解咁奇呢？明明系叫我噶，点解会叫埋阿峰啊？我明白啊，大人讲过明人不做暗事，等我关照阿峰。你喂，作死咩？寒生生咁做咩啊？峰啊，吓、啊！我同你夫妻缘尽噶啦，哎呀，乜讲得咁心淡啊？不过你唔使惊，惊咪假咯。呢一次你入到去就发达噶啦，发达，发达就听扎啦，发达啊！你唔使冇心机噶，你入到去又唔使惊噶，你咪同大人只管攞钱啦、啊。攞钱？嗯，只怕我攞钱，佢攞命啊！喂，仲嘈咩啊？仲马啦？切，咩你咁恶对待我啫？你睇真下我哋。成个四品夫人咁嘅样喎、啊！你发紧梦啊？吓、啊！万生巡山翁，唔系大兵大啊！小啊！小妇人，你点样谋杀情夫之妻？点样移私教祸？快些从实招来，否则你难逃刑杖。大人。你问得真系奇啦！我就系秦三丰嘅结发妻，我未曾杀过人，又冇俾人杀过啊！生来贤良淑德，品貌端庄。秦三丰，我闻得人话你嘅老婆系镶有金牙嘅，你嘅情妇就冇金牙嘅。究竟呢一个系你嘅情妇，抑或系你嘅发妻？你快啲公明真相！大人，佢的确我结发之妻，佢以前咧就系镶过两只金牙嘅，不过我见到有外观尖，收尾佢又把瓷牙换上，不用金镶啊！哼，何对牙尖嘴利嘅狗男女，小妇人，你睇下跪在右边者，地理谁人？我哋姑嫂相依为命，纵使你稍有行差，我都唔会怪你嘅。但你唔应该埋没良心，而私嫁祸，伤害成咁样嘅。苏家嫂嫂，你被小姑窥破奸情，只有含恨在心，切谋陷害，你都可算空啊！喂，你唔好乱讲嘢噃。佢明明是秦家之父，你怎会说他是苏家人呢？你不要在靠坐吗？是啊，你们两个是谁啫？我从来都不识过你们的。是啊。同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你敢粗监我，将你认作姑娘啫？你不用狡辩啊，他不会认错人，你不叻边的坐嘅撞你神魂，而不叻安暗的惊嘅慌，难容你搞一诈在一公嘅堂，莫欺负弱质强迫要案，未许望家为亡，你胡言太不得应，你有心中伤。我在边，你小姑已在旁，你明明乃宋家妇，快迎公帮堂、大人，他们误认我是苏家寡妇，无非想搞卸罪名，此事非常冤枉。冤枉吗？阿嫂，你不用不认了，总之你勾引情夫，我小姑亦不会干涉你的，但你不应该埋没良心，要害我两个身亡啊！你大人，我敢指证佢系苏玉贵嘅嫂嫂。如果你唔相信我嘅说话，还有桥上嘅公差，可以证明我言非虚妄啊！大人，
判案不能妄断是非，物有相似，人有相同，万不能以冯京作马良嘅。咪嘈！小妇人，你口口声声变咗淑德贤良，究竟你昨晚在花园向谁人挑衅？你想唔想认真去顾龙山啊？我准你回头一望。系，我承认琴晚挑衅过你，但系姣婆遇着脂粉客，我有咁淫贱啫？你都有咁荒唐？欲钳巧妇如王舌，才把虚情假意换那真装。花鞋可可安无头，无得那狐狸归不我。对寡嫂嘅身上可有花鞋一只？遵命。阿嫂，大人有命，说小姑无礼。咪由得佢手咯。回禀大人，嫂嫂身上可有花鞋一只啊？哼，花鞋一只。肺腑，呢只花鞋同呢件案情有咩关联？值得你笑成咁样啊？系咯，左大人。就算搜出一隻花鞋，亦不能入人耳罪，怎可以指证它是杀人的真装呢？啊，这一隻就是落案的花鞋，两隻合埋一双，就同埋一样。桥底的女尸就无头赤足，当然两隻花鞋都是失落的。它持有另一隻，不用说埋尸的时候，可见呢啲小妇人一定在场。佢而家口口声声话系秦三丰劫法之妻，仲涂赖住公堂之上。一律将秦三丰劫法之妻人头呈上。遵命。秦三丰，你承唔承认你将呢个人头埋喺白杨树下嘅？你睇真下，呢、这个就系你结发妻房啊！大人，呢个人头我唔识佢噶。大人睇佢言辞闪匿，言惊嘅王，可见嘅真情。慢推夜堂，何妨有真装实证在公夜堂。奸夫淫妇嘴难切，作艺心路非虚妄。岂用奸佞何一言？不用严刑难啊封夜安。
殺妻之前，我真係唔知嘅。一陣一陣真唔講嘢啊你啊！佢殺妻之後就通知我嘅。唔使死嘅你啊！總言之，婦人失節，奴婢用碎砧板，我一步行差，即難免步步踏錯。你冇份啦！大人，罪不在我。入曬我都揾到啦。而在三方。大人你明察，大人。你咁就唔使死嘅啦咩？一樣死法嘅啫。秦三方。如何殺妻？快啲重實招供！公就公喺，總之個男人唔好多心。我本來有一個大好嘅家庭，夫妻相敬如賓，就係俾你個淫婦嚟勾引我。做咩啫你？搞到我做件驚天動地嘅事，殺死老婆又係我，埋沒嘅人就係百兩樹下又係我。但係阿堅，你都有份幫手噶噃？唔關我事。你唔關啦。我就有罪啦！你有冇罪我就唔知道。我冇啊！人来，叫他放押，遵命。快点！签啦！我唔使签啊！点解你唔使？快点！签啦，走唔甩噶啦！我就翻去舊時嗰處，你望你又好過咩？有咁遠去咁遠啦、啊！楊柳叫知情不報，終身發配永不還鄉。秦三豐押在死囚，得到長萬批呀、啊！真相已明，刘子兴、苏玉贵，你两人无罪释放啊！多谢恩师，多谢大人。恩师，今日结冤案，但获释放，铭记诚意，恩难忘。沉冤得雪又生望，拜谢谁哀更上行。免身丧，行庆消案，以脱罪咎，喜如狂。元空敬意应公状，你有赖明察，助我翻案。